山君，是不是可以走？人呢？你。 你这脑子一天天到底想些什么龌龊的东西啊！我要快走！哎，走走走走。 老板，来两碗馄饨。哎，对呀，两碗馄饨来了。你是不是过节了吧？来，这边转转去。行，您的两碗馄饨。谢谢老板。哎，慢点啊。嗯。谢谢山君。哎，对了，山君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。想知道吗？ 叫郎君。哎，那个是谁啊？哦，那是东夷山君。东夷山君？啊！天哪，太无耻了！一边作恶乡里，一边居然还逼着百姓供奉自己。 我不管你这个心里边想的是什么，我现在告诉你，那都是错的。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想，我在想馄饨。姑娘，看来呀，你是外地人，这东夷山君可是我们青州城的守护神呐。 他不是土匪吗？早年前，青州城到处是土匪强盗，就是外来的强盗啊！哎，时不时来城里掠夺一番。这里啊，天高皇帝远，官府又不作为，简直民不聊生啊！可三年前，东夷山君突然 带着一众手下，收复了大大小小18座匪寨啊！他竟然将收缴的财物、粮食、尽数的分给了百姓们。真的？他手下的匪徒啊，向来是劫富济贫，从不充扰百姓。华神给了我们生机，可东夷山君却给我们带来了 一方安宁，他们俩都是我们青州百姓的神。老板，来碗馄饨。哎，来了。哎，您里边坐啊。嗯，好，请。
把你这个恶心的表情给我收起来。原来你不是无恶不作的强盗，你是行侠仗义、劫富济贫的大侠。你要去哪儿啊？我想去那边看看。谁让你乱跑的？我是不是对你太好了，导致你现在胆子越来越大？山君，我说你是不是就喜欢看别人被你气得要死，又拿你没有办法的样子？说我走的时候也是，逼我约你喝酒也是。你说你这个东夷山君的恶趣味，未免也太幼稚了一些。哦，是吗？可是你又能拿我怎么办呢？山寨规矩第二条，不能擅自离开山君身边，否则。山君，我再也不敢了，天欺负我下来吧。最好往往没有遇见，才觉得自己总是默默的一切都好。多年来谢谢你山君。是真的谢谢你，虽然你总是戏弄我，总是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，但是你却是继父亲、继姐姐、继远之师兄、继厨房刘婆婆、继丫鬟小树、继周助教、继扫地大爷之外，对我最好的人了。哼，那我真是承蒙你的厚爱。今天真的是我最开心的一天，没有人叫我不要大声笑，不要大步跑，还有我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可以吃那么多好吃的好玩的，最重要的是让你破费了。既然回去不开心，以后就留在山寨跟我生活吧。只是我们最后的都是最好的。你要是想回去，我也不拦着你，没有必要偷偷摸摸逃跑。我山君，我真的没有逃跑。是吗？嗯。那就留下来当我的压寨夫人。我才发现你的眼睛怎么长得那么好看呢？还有这个胡子，看着就想亲上去。还有这个小胡子，你怕我好疼你的，让你亲一个来。才觉得自己一直等待，一切都值得。怎么突然脸红了？我刚刚是不是喝了酒？然后想起来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我喝了酒后会变成这样，我不是故意轻薄你的，对不起。你想干嘛？该我轻薄你了。山君，那不是山寨的方向吗？在这儿别动。